员异口同声想食蛋挞及其他美食。 MANAKA 说，上次饮过椰汁大王，很美味。ASAHI 希望能欣赏香港夜景。结束香港行，五人随即启程到英国，以日本宣传大使身份出席《妈妈咪呀》，开心在离《妈妈咪呀》艾尔维戈阿加恩伦敦首映礼见梅丽史翠普梅里尔斯特里普。对于出道四年喜见成绩 ，MAYU 表示，登上舞蹈馆，打入红白歌唱大赛都曾。经是我们目标，如果能参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就好了，这两年会更加努力。采访吴家伟，摄影陈俊强。